好，你买，你买多少钱？来嘞，咱们挑几轮啊，来比。好好看，几场？嘿，你在干啥子？低头往里面挤，再挤二包，这边我挤乱了。爸爸，我说一下，你在看啥子？我看过的，你没得看的了。我是有中间店的，我。你是不是在那儿挤嘛？咋嘛？你要干啥？干个一，你是不是嘛？你干一五，你试一下嘛。拉倒吧，你。你不干，你们三个。你精神面不是吃了一泡面似的，那是风景跟风景的。你们酒是不是冷了？弄晚上要热乎点儿。我们唱个小歪龙歌，风景跟风景来的。你那是你是跟他们疯噻？不，我要去耍。耍？你可能耍你没伴了嘛？走嘛，走嘛。走嘛呀！我们玩洋洋出去呀。等嘛，那么到我都红。跟他们疯哎！走不得去，哎，走不得去，哎呀，你不得去，不要，你不得去，对吧？你不得去，我孩子的话，我喊你们就跑，你耍，你耍，你耍，你你还出去穿冷飕飕的啊？何止是冷飕飕的，你看我冷的，瘦成这个样子。你要是肉长少了才得点冷。来噻，你跳一跳的爪子，有点拽喽。啊，娃儿不上，我也跳一跳的呀，咋子嘛？那娃儿就要跳得好再进。你那两个是调皮的，咋不住？娃儿话不签嘛，咋不签嘛？看到不签嘛，人家看到都把破烦得很。哎呀，这签法横了你一老火是。看嘛，这就是隔代签。你要外甥签法就是对的，我们小孩签法就要吃男主生煎腿筋肉。你这会儿不签房，比那会儿你嘛，你还比这会儿来挣，你都还要签房的，你还不签房？是，你外甥啥子都是对的，这会儿有了外甥了，我们女儿就是臭狗屎了，嘎。那不是嘛，俺女儿外甥不是一样的嘛，哪是臭狗屎啊？那为啥我们小时候签房要找他呢？那会儿嘛，要为着干的农活嘛，你嘛帮着干的着嘛。那会儿这会儿的嘛，耍的好的了嘛，这一娃儿要。我们出来弄个找那人去。跟他去马路走噻。跟他马路走，走到哪里去噻？那边去耍噻。耍，我的外公都走一下，走累了的。这九龙我出来跟着你两外公走啊，好无聊哦。要马路的嘛，真的。要马路，走都懒得走。你弄肥了，再减下肥了。哎呀，我都走饿了。你走饿了，想吃点啥子嘛？我想喝奶茶。走嘛，那我们转去走那边去买嘛。喝啥子奶茶？这种小娃儿喝奶茶喝了不好，不要敢买。那吃点奶茶管啥事嘛？一年也没吃到几回。啊，娃儿嘛，有什么想吃的嘛，买点俺吃噻。谁？你外甥要吃啥子，你都敢买？这会儿嘛是有的嘛，那会儿嘛是没得嘛的，没吃的了嘛。这会儿有吃嘛，就买点儿给吃噻。嗯，要得，你应该买嘛，看你应该买得起好多回。爸，你不晓得买的，这种娃儿啊，啥子都要。中午二货没经常吃东西吃嘛，俺买这儿噻。来点。走嘛，走。哪点？我没看到。哪有？你看到哪个？那这个。这边都是奶茶。这个。冰淇淋。那是冰淇淋。嗯。还要什么？说老二说几的来我来，哎呀一样的个是那人家真是安逸了噻。奶茶我就安逸得很。走，要买我们给买个好东西。来停。哎呀，那是真的去。好，你买多少钱？咱们挑几轮啊，来比。好好看，几场？
给了，给了，给了。已经给了。肯定已经给了。孩子，下次没经过爸爸妈妈的允许，不能喊别人买东西了哈。爸爸在前头让幸福的年两个两个了，叫我们给了老雨了。你们今天准备弄大杯奶茶来喝了，今晚上还用吃饭哦，怕吃不下去喽。快点走，落雨喽。二医生领来教师。